به خطوط هوایی اوکراین پس از برخواستن از فرودگاه امام خمینی دچار نقص فنی شد و سقوط کرد. اخبار اولیه آنکه این هواپیما عازم کیف پایتخت اوکراین بوده.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早晨的报道。就在今天早晨，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客机在伊朗德黑兰坠毁。事发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中断了对阿曼的访问行程，返回到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这份发表声明当中，他表示初步预计机上所有人员遇难，并且向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亲人表示深切的同情。 那到底有多少人遇难？他们都隶属于哪个国家？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乌克兰外交部所公布的失事飞机上人员的信息，那飞机上一共是有17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其中呢，82人是伊朗人，63名是加拿大人，11名是乌克兰人，这里面包括机组人员9人和2名乘客，同时还有10名瑞典人、4名阿富汗人、3名德国人和3名英国人。 现在飞机的一个黑匣子已经找到了，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报道。根据乌克兰通讯社的消息，失事飞机航班号为 PS752， 于德黑兰时间5:15从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起飞，原定于基辅时间早上8点钟到达基辅鲍里斯波尔机场。飞机上载有167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 据了解，机上乘客大部分是伊朗公民，9名机组人员全部是乌克兰公民。根据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发布的声明，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引擎故障，目前已经排除了恐怖袭击的可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声明称，初步预计飞机上所有的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已经遇难。 根据报道，我们知道了，今天在伊朗坠毁的乌克兰客机是隶属的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所以在事故发生之后，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发表了声明，他们对此事表示深切的哀悼。他们将会和空管部门协作，尽最大的努力来查清事故的原因。同时呢，他们公司还特别宣布将无限期的暂停飞往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所有航班。 同时，我们看到，根据乌克兰航空公司所发布的信息，失事的飞机型号是波音737-800型，它是2016年出厂并且投入使用的。2020年1月6号，其实这个飞机刚刚是通过了全面的技术检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我们看到乌克兰驻伊朗大使馆此前对坠机事件发表过声明，提到这个事故原因是引擎故障，已经排除了恐怖袭击的可能。 但是在随后的声明当中，他们也表示说，事故原因将会由调查委员会来公布。在调查委员会正式发布之前，任何声明都不具有效力。另外，波音公司在乌克兰客机坠毁事件之后也发表了声明，他们表示已经通过伊朗媒体了解到了相关的报道，但现在呢，波音公司正在收集更多的信息。 而有关乌克兰客机坠毁事件，在今天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介绍，目前 尚未收到中国公民乘坐此次航班的通报。我们看到有关的报道，中方向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我们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尽快查清事故的原因。事故发生以后，中国驻乌克兰使领馆已经联系乌克兰有关部门核实情况。 目前尚未收到中国公民乘坐此次航班的通报，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会及时发布。